ればちょうどいい。年寄りの話を聞いてくれんか。他要说故事吗？そうな。わしは霧深き西域の森に住んでおるのだが、実は知り合いの精霊が森を抜け出したまま帰ってこるのだ。そやつを探して旅に出たのだが、この辺りで龍種に出くわしてたな。会被龙种。龍種？もしかして龍種めは何を血迷ったか、わしを食おうと追いかけ回すのだ。ようやく逃げ切ったと思ったら、今度は血脈の乱れにはまってしもうた。まったく難儀であったよ。その龍種って大型かな？さよう。憎たらしい面構えで凶暴極まりないやつじゃった。体は赤褐色で瞳は金色、鼻に大きな傷跡があったりする。我知道。その通りじゃが。その通りじゃ。驚いたの。来る。原来就在旁边。暴龙吧，这个。看看，眼睛好小。两组。Let's party。下がって。都超短。哎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呀、啊！啊，干嘛？哦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这啥？新武器，雷神之杖，地精型的风格。哇哇，恒星！原来不是嘎台，是恒星啊！那是侏罗纪公园，还以为是一。啊那。わしの森は。二批色，我变绿色了。而且我还变黑了，发生什么事啊？我怎么变黑了？その加護を宿しておるのだ。さあ、行くがよい、ダーナよ。うん、この力、貸してもらうよ。我比较喜欢白泡泡的。没有朋友，只好自己变身。成功了吧，厉害，连老夫的力量都能运用自如。要老夫的身体还在，你是能发挥的，望今后也能对你有帮助。看，怎么皮肤变黑就变那么厉害啊？这个二批色，花哥麦先生，谢谢你，我会好好使用。
果以一个人类来说，你这女孩还挺有钱的，那你该不会是那个巨吧？就是啊，没错，你怎么知道？老夫们过去也曾把力量借给他人时，我记得每个都是巨数。这样啊，看来巨数跟老夫们还挺，根本就是魔物猎人，武器跟锤迪巴的七八将，好不？故意表示，必。那你说不定也会跟老夫们有所爱情，好了，还请多多指教。哦，那老夫差不多该告辞了，那我们有再相会。やったね。好像做梦了。反校风，才是开启地下池塘之门的预知。哦，门会因为我所采取的行动开启。这样的话，也到地下圣堂看看。去前往地下圣堂，可自地图选单进入。为什么不能钓鱼啊？想要钓鱼啊！哦，原来是花！我想说恐龙怎么长这副德性？哎呀，高嘞！小鹿斑比，那你叫狗追呀？你怎么了吗？因为受伤没办法拿取得食物吗？我能吃的可以给你呢。榕树包裹有丰富的营养，但是也有帮助才是。我拿到分一点给你好。贵哦，来吃吧。一拿出榕树包裹，鹿马上吃个精光。我以为是小鹿，原来是母。哦，休息休息，你很乖，可要快点把伤养好，会不会？二皮色内内有变大吗？没有。看尼亚人差不多都这样。好可爱哦。太快了！啊，被打到了！哎呀！哎，我掉下来！哎呀！阿玛尤！
颗水晶石吧。后来亚特鲁斯在阻挡住道路的大岩石，这一带完全没有那种岩石啊。先种树苗吧，那就好了。正来啊，天都暗了，该扎野营了吧？这样路就开通了。哦，看都好吓人，和我们刚刚看到的，是亚特鲁至今看到的丹娜小姐，可以透过这样看见啊。1、2、3的，这是惊奇不断啊。我们是惊奇级超人，1、2、3、4、5、6超人。不过丹娜小姐为什么也给我们看呢？既然受到关照，也得让各位知道才行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谢你让我们看。那小姐真的是以前这个国家的人呢、啊？虽然之前并不是不相信，不过现在亲身体会到了、啊，连我都不知道自己发生什么事。那让我想起来，那时候的我的确来过这里，心想要找出耶坦尼亚会灭亡的原因。这样看起来，没有阻止灭亡吧？大姐，抱歉。总之，如果能照这样恢复记忆的话，肯定可以回想起现在这里是有意义的。亚特鲁，谢谢你，我会怀着这样的想法努力。亚特鲁哥，太阳就要下山了，熬夜可不好的，不但会降低工作的效率，听说对美容也不好。他说没错，今天就在这里休息。嗯，我觉得胡麦真的很好笑。大哥，ようやく一呼吸でついたぜ。お腹いっぱい。居小姐的胆小鬼。旦那さん、どうされました？あ、うん。なんだかこういう雰囲気って久しぶりだなと。小さい頃は夕食の後によくお父さんと暖炉前でおしゃべりして、今は。みんなとこうしていると思うと、なんだか不思議な気持ち。旦那姉は母上もいたのか？ううん。お母さんは小さい頃に亡くなったの。それならリコッタと一緒だな。リコッタちゃん。对啊，利哥塔，他知道他爸爸在哪里吗？后继续漫无目的聊了些什么，娜娜也一点一点地秘密说了过去。他与亚特鲁小队的成员进一步打成一片，看没人打得过丹娜，都被塔趴在地上了。帕多雷萨，会得よかった。亚特鲁先生，见到你。太好了，与你相会真是太好了。所有人都准备好了吧？哦，干！哦，吃了饭，拉了屎，今天一样状况绝佳。那塔是研究设施里面到底什么样子？我也没有进过所有的房间，不过过去各楼层有李丽驱动的控制装置严格管理的。目前变得怎样，我就不知道了。它都已经清洁，建筑本身或许已经变得脆弱。总之，小心前进。有一探索，頑張れ。夜过去，看来该发生的事发生。有吧？发生什么？欸。安安，丹娜，你以前可以二段跳，你现在可以二段跳一下吗？有说。
为什么利哥塔血没有满？我身上没有药哎，是不是该回去？二十人，这也可以来这里，把那个石头搬开。行くぞ！そりゃ！大きい！リコッタちゃん、いや！有可以掉的吗？没有什么可以掉的。搬在哪里？在这里。可以，二十个人刚刚好。だぞ。よっ、全力で行くよ。それ。お任せします。え、不过在这里我就不能那个。行くよ。鱼，有鱼可以钓。何が釣れるかな。鱼呀，好，快点的鱼呀。かかったよ。おっと。これは大きいよ。あ、ちょっとちょっと。これは大きいよ。お、金の鱼。すごいのが釣れる。好大只哦。戴纳斯二十。上古年，糖酸苦涩意，得年。太棒了。それ。太快了吧！すごいのが釣れたよ。好小哦。え、あ、宝箱だ。要没气了。苍蓝手环。好玩戏。大皮。喂，这个到底在哪里？灭顶，灭顶，灭顶！
耶，白冰甲是百分百了。小萝莉完全灭顶，下面那两个完全灭顶啊，他们会死啊。干嘛再把你做成沙西米？三个刀，那刚刚跑太快，我以为下雨，吓我一跳。趁现在赶快来制作波，得趁艾尔朗不注意的时候把道具借来才行。到底有没有在呼吸？还是没有？小黑熊这里要漂亮哦，完成了漂亮的大金鱼，漂亮的作品，吧对吧？我就把这鱼送过去，你要起来吗？要送给谁？大一项，那就是我们瑞亚了吗？哦，原来是巴巴罗斯吗？萨哈德说，水手的坟墓要供奉航海的父母，那个会指引他们去天堂的指标。原来啊，太感人了吧？还是捕梦网？可以这么说吧，毕竟他是救了我的人。虽然只有一下下，但我记得他保护我的庞大身体，他赌命救了一直被关起来的。哎，谢谢，还有对不起。后来不管怎么做都无法改变过去。迄今为止，我受到很多人帮助，剩下我的妈妈、出外赚钱的爸爸，受到很多人帮助，太成熟了吧。所以我要一直笑着才。当贝贝我很好哦，大家现在也都非常努力，不需要担心。所以请你好好休息哦。后亚特鲁给奎纳打扫了坟。问了奎纳后才知道，他每天早上都会过来。两人在变得更干净的巴巴罗斯船长墓前，他能永远安息。任务完了，よくやったな。钓钓新的鱼。哇，可恶，满足。还可以变得更强。有一天要成为一个伟大的船长，阿修。安娜，希望大家能平安离开猪猪岛。留名后事已成定案，永不退休，一日一笑。
他带角斗士出门了吗？太萌了，带他升级找医生，不要了。不好意思，这是男生房。何が必要ですか。ではお渡しします。はい、どうぞ。またどうぞ。いつでも行ける。大小，我突然。压到古拉杜纳虫啊！呵呵，很有一套嘛，解决一个棘手案件，找心头阴霾啊。给你吧，到时候再说。やりましたね。そんじゃ見せてもらうぜ。わあ。おお、よくやったな。こいつはとっておきだぜ。探索的。哎，总之也，接下来麻烦你了。为了已经去世的船长，不好好加油不行。大家都在提这个，难过了。耶，加一了，到了吧？送修女啊，啊，看，还没进，按住。要送给谁啊？不会是卡修吧？该真是卡修。要给谁啊？妻子要给谁？修女、欸。要气质眼镜，做礼物的人就不需要了吧？
宫女穿这样比较像空，她毕竟把她的衣服撕掉了嘛，这样就不会跌倒了。不会是你？高潮日后一定要找个机会好好以剑会友的，会打输啦，我一定会打输啊！谁呀？谁需要眼镜啊？到卡西了。还有纸，大小的船倒出。还不是你？你啊？到底是谁？谁？啊？对，奥斯汀哎，在哪里？皮洛林，哎，第一次豆内就 A 小叉当苹果基金了。为什么是苹果基金？感谢100块，谢谢。不是你。到底是给谁的？今日はどんなよ？任せなさい。さあ、できたわ。找不到要送礼物的人。任せなさい。哦，咬苹果糖小野。さあ、できたわ。我妈给我的。啊，好帅啊！では始めましょう。完成よ。任せなさい。完成よ。それじゃあね。今日はどんなよ？再给他们换一下。防御真的可以上升不？过一个好了。任せなさい。完成よ。防御最低的，给你好了。会哦，觉得他应该要穿，要玻璃陨石。それじゃね。今日はどんなよ？もういいの？要玻璃陨石好吗？翼装甲可以，有哎，铁矿石可以，我换一个。杀率加5%，铁抗，杀率闪避率加10%，
손전한 아니 要会使他的。 要去特别，好，白天再自己去弄。 速斩空。 现在剩下送蛋、光草，还是可以过一下主题。 大斜塔。 巴赫斜塔。 发夹。 萨哈德地板是斜的耶，因为塔是斜的，这里首当然嘛。到里面才发现比想象中还要倾斜呢。本流一脚边前，单枪骑兵。哦，哎哎哎！啊，按到。 干干干干干！そこだよ。見えた。強くなったね。甘いよ。はっ。
斜塔有关系吗？就按照比萨斜塔的方向。哎，他八成的还是选。この光っているものは、うん、大きな施設には地脈から威力が供給されているの。ゴーレムたちも動いているし、まだ設備が生きているみたいだね。反旋转梯、还好这个可以这样子走。ほい、そこにマイナス。舞い上がれ。舞い上がれ。谁的？我们修女吗？我一心想送修女。干干干干干！干干没送出，一直眼睛到底是谁啊？地狱针都是谁？到底谁喜欢啊？都每个人都问过啦，好不用练功就能打主线，好不好？算是吧。太弱了吧！你也转太久了吧？为什么啦？干！
打成白痴耶。癒されるそれ、リュウシュの研究設備に完全に壊れたし、对吧，那跳二段跳才能上。真的呢？他怎么走不动？哦，原来这啊，宝箱了！四红指南书正，太正了吧！害我有点兴奋啊，流鼻涕耶。宝箱在哪里啊？安安，宝箱呢？
才只有那个是跳二段跳才能拿的。在冲刺的时候好难转弯哦。抓个羊。哦，一根。抓个羊吧。好像这样，好，不好意思，啊，没错，我说的没有错，我以为他的脖子才是艾克斯迪梅迪迪利驱动的守护士，他已经有椰子，哦，干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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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哼。
不好意思，你转错边了，看，不打。干干干干干干！喂，倒是这。まだまだいけるよ。大号一千三小。くらい。まだまだいけるよ。